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日杂报的行政数字法人民服务事务所。关于饮食店的硬件设施，具体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是的，在日本呢，你想开设饮食店的话，那么您得具备很高的一些硬件设施的条件。那总体来说有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关于您这个店面它是否干净整齐，它是否有足够的使用面积，那它是否明亮宽敞，它是否能够抗得住一定的强度的地震啊等等的，那这么一个硬件条件的一个要求。那第二呢，它对于您的所在店面中对于食品处理的一些器具也有很高的卫生要求。那第三呢，当然也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对于您这个店的供水和排污能力它也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原来要求还是挺多的是吧？是的。好的，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